组队模式语音舒服点。组队模式如果和别人语音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上分的了。这个其实是娱乐的，没必要玩那么功利。行动开始。这把五个牌都很差，五个角色都很差，随便玩一个，反正纯看运气的游戏，无所谓的。如果这个队友再退，那我去玩那个自动的，我去玩单人的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升级完成。是黑暗之心。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。没有对子呀。其实母舰核心靠队友的，但是这个队友估计不会给我发牌。母舰核心不是一本玩泥巴的，一本玩泥巴的就是不想赢的。哎，让我发挥作用。你在一本玩泥巴，等你升到高费了之后，别人牌都把牌拿光了，你拿什么组合？就捡别人剩的玩了。这个组队模式就是4、8、12回合，队友都可以给你发一张牌，你也可以给队友发一张，你也可以先把牌发过去，然后队友再还给你。这边有一个对子，先拿着。五件核心就是上本的时候尽量拿对子，
然后等本高了再想自己玩什么。看队友有没有了，他要是有不死队的话可以给我一张，但是他没有。对战如果有高手带我飞那我可以打，又是一张对子。哪有需要？升级完成。他碰，他没有对子。反正就组队模式，如果不和别人，就是不是和别人语音的话，那就是时时刻刻盯着队友的牌，看看他有没有自己要的。真的有人看《星际争霸二》吗？我现在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停在这个本找这个对子，要么就是上本。升级完成。上本找。队友拿什么鬼牌？他万叉不能，他不敢碰。太阳下回合上四本碰这个，然后他现在这个虚空援军他也不敢上，他上了的话气就浪费了，所以这一轮大家战力都很低，这一轮是必掉血。行，那我这把打完我去换一下分区。好，这个人拿的牌比我还小，他也是跳本的。你的盟友遭到攻击，帕斯图拉九。哎，这个传送耽误了一轮输出。给我发牌啊！我们的力量将为你效劳。寒冷即是虚空。
嗯，队友也玩神族，那没事了，呵呵，那没事了。看来组队模式还是不能单人玩，单人玩太吃亏了。他也走了神族。他这是要碰六的意思。这阿巴瑟已经进化出了一个大河。还好我有个白球，不然被高贵了。哦，那没事，队友没打过，那没事。运气就很差了，这个运气就很差了。但是我可以拿帝国舰队，给我发哦，不是给我发，忘了，这运气就很差了。为您接通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这个大河这轮打不过的。好了，和队友抢牌了，要开始。折月成功，心灵太 OP 了。折月完成，蹦！相位水晶充能完毕。电量都还可以。再锁一个队子，下回可以把这个卖了，或者我直接把这个卖了，碰不到。他还提醒我一下气体，也太贴心了吧！折月成功，心灵太棒了。
他这雷神怎么那么多？他举个虚空啊，一个虚空，阿塔尼斯，他两个虚空我可以发给他的，我亏一个水晶，我发给他好了。哎呦，光 fire， 哎呦，出事了！我发给他之后，我拿到核心了。先刷点追猎吧，蹭蹭重量。我把虚空给他的话，他应该是能碰的。他碰了之后，他刷的比我快，他有这阿塔尼斯。这个主要是两个人都玩就有点亏。折月完成，爆！蟒兽怎么打不死啊？这个没办法说，因为队友他也是玩神族，我们两个重复了，所以没办法让他帮我拿其他的，因为他也要用，我只能勉强的要求拿一张那个进化者军团，差不多了，不然我跟他要他的核心牌。两张龙骑军团，龙骑兵团，飞猎公司。打手了呀，又是白球，全给我发一遍，反正就是不让我碰，我得把大河卖了。打手了。啊，他给我发这个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哎，那没事儿。白球也行，白球也行。白球也可以，还好这把打布里茨没事。这把队友养起来就行，我吃队友的就可以了。我当就是他先拿到核心牌，那他就当主力，我当辅助。
这个人都全金感染人，为啥被抬走了？决赛了，好，那就把这个锥链卖进去。蛇月完成，蹦！好！二打四。怎么又折月公司啊？我不要这种牌啊，这种牌我拿的没用。莫汉达尔可以。心无旁骛。精密计时器稳定运作。不发牌那就没办法。折月完成，蹦！我觉得我应该是能赢的，我有一个母舰和一个莫哈和一个这个阿尔达瑞斯，应该是随便吊打。直接黑洞吸进去，黑洞，这黑洞是不是放歪了？怎么放在这个位置？哎，无所谓了，无伤大雅。哎，给对面送走。你们说要开这个，要开成这个《星际争霸二》的这个分区是吧？我去弄一下，这样就可以。等一下，我重新开一下。